Okay, I'm making number four. Make number 政府設立網站，方便市民下載新冠病毒檢測記錄。 介紹電子檢測記錄系統，稍後亦都會加入電子針測記錄，到時市民可以透過以方便身份證。